前埔里同济会、合欢同济会联合在镇内举办爱心捐血活动，吸引许多民众及外地游客一起来响应。埔里同济会哈，啊，甲合欢同济会哈，啊，年度哈，每一年都有伫咱的捐血站遐哈，办这个捐血活动哈，啊，这真好，就是讲啊，固定因这个社团。除了讲吼，济弱救贫吼，做真侪社会公益事业之外吼，啊嘛关怀弱势吼，啊同时伫每一年吼，拢会举办这个啊捐血活动吼。捐血活动对每一个啊健康身体的人拢真好，就是讲，只要呼吁要去捐血，也是讲啊未捐血人拢同款，就是平常时啊都爱。啊！注意家己身体健康。捐血站里头聚集满满的人潮，勇敢卷袖，献出热情的鲜血，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同济会也提供丰富的奖品给热心参与的民众。我们是合欢国际同济会，我们的宗旨呢就是做急难救助，还有照顾幼童为宗旨，然后配合捐血站，定期做捐血活动。希望说能够达到解决这个血荒的问题。如果有需要我们的，只要是我们评估了以后，我们不一定是埔里啦，像仁爱啦、鱼池啦、国姓啦，一样都可以做。合欢同济会、埔里同济会积极参与社会福利工作，此次的捐血活动帮助急需使用血液的民众，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温暖。民意新闻马延达埔里采访报道。